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设抛物线的话是这个，第一个它要求顶点，我给它配方嘛，我这是 y 加一嘛的平方，所以这是 y 加一啊，平方等于4c，四乘以二嘛，x，啊这是 c，啊 x 减零啊，所以它顶点在哪里呢？它顶点是在那个零。它、跟负一的地方，这是 a 啊，顶点啊，零负一的地方啊。然后这是 y 平方嘛，y 平方是这种的嘛，而且这里是正的，所以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交点的话呢，往后移动多少呢？往这边移动两单位嘛，所以是 f 的话哈，就是二负一啊，啊这交点，这顶点这交点，啊正交选 l 哈是等于4c。四啊乘以多少？c 的话是二，所以是八，哦，这是正交选。